我们特地带来这一首这首歌蛮新的，对，周杰伦的一首新的歌曲了。这首歌曲呢，特别呢，我们做得很适合这个时候大家吃个桌上的美食佳肴。那我们呢，用一些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朋友，这首《告白气球》送给各位朋友，谢谢。来，轻松的歌曲呢，也希望借着朋友们的掌声，好吗？谢谢我们的 Benson。在说，yeah。